勉強は今日やれば明日やらなくていいというものではない結婚は愛があればいいというものでもない泥棒の被害は鍵をかければ防げるというものではない日本での就職には日本語能力試験 N1 合格が必要だと思われているがなければだめだというものでもない山奥の自然に恵まれた友人宅で1週間暮らしてみて 必ずしも都会の便利で快適な生活がいいというものではないことを知った昨今の就職難を見ると資格を取れば仕事に就けるというものではないという気がする安くすれば客は来るに違いないと思うかもしれませんが商品に魅力がなければ安くても売れないんです油絵を習い始めたが 好きならば上手になるというものではないと分かった。やっぱり才能がないと限界を感じる。大家好、おみやかんてか揃えん二五三夜。おみやかんてか拒むものではない。おみやかんてか拒むもので,も okay, ではない。おみやかんてか。おみやかんてか。 这个是哦基本体，那我们也可以改成这个 mashtest，好、哦，那你也可以改成说哦，另外的想法哈，or mono，OK，daywa a l i m s e n 这个也可以，哦，这样也可以啊、哦，就是同一个啊、哦，不同的形那就同一个。好，那我们看它这个怎么推哈、哦，你要会推哈、哦，不会推的话背到死哈，因为句型太多了哈。哦 那我们是翻，并不是说怎么样，或者是未必是怎么样哦，那中文是这样翻，那我们来推哈、哦。好，这个“偷”语我们都有学过，是说的意思。那这个 “mono” 在这边是指 “mono” 是指人事物，这边指的是事情。那名词哦，那这个 “mono” 是名词，名词加 “de” 啊，那就不是。所以合起来什么意思？这个 “mono” 什么？这个事情？“de” 啊，那是不是？哦，那“偷”语是说哦，所以事情不是说就一定会那样了。哦 这个什么事情不是说就一定会那样，那我们可以翻，并不是说或者是未必怎么样。好、哦，那如果再详细一点的解释说，哦，一般人认为事情是那样的哈，一般人认为事情会那样哦，一般人认为事情会那样,哦会那样、哎，哦，一般人认为那个事情会那样，但是也并不是说绝对就是那样了。哦，譬如说上次美国选举，哦，那川普跟拜登，哦，大部分人都是预测说。 哦，那个川普会选上，但是结果未必就那样啊、哦。结果结果是拜登选上了嘛？哦，再怎样，再偷油是说那摩诺是事情，那对吧？那是不是？哦，那什么事情？哦，不是说就一定会那样了，事情未必就会那样了的意思啊。哈、哦，所以偷油摩诺对对吧？那好，那我们看一下，嗯、哦，这一这一页哈、哦，这个这一页这上面写的哈，哦，我们看一下这个。 好，这个看一下这句，m a 马鲁是道歉哦，m a 马鲁是道歉哦，m a 马鲁写个谢，它不是谢谢，是道歉哦。那我们改成动词八是德化，所以 Ayam 哦，哎呀，马里八是道歉的话，啊、哦，意义就是说、哦、可以还是好啊，道歉就好了嘛，道歉就好了嘛。哦，所以什么，并不是说道歉就可以了，说什么哎、欸，你加一些字，比较像中文。 说有一些事情啊，哦，并不是说道歉就可以的啦，没有，有一些很严重的事情，不是说道歉就可以了嘛？好，那我们来看它下面的例句哈、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再写一些解说哈、哦。它、啊、重点它怎么接哦？我们说这个偷开头的这个句型,句型哦，偷开头的句型哦，偷开头的句型一般是加基本体哦，一般是加动词基本体。 OK，好、哦，那我们说偷 e night 就等于偷 e night 好，写 night 也可以，好、哦，就是什么啊？未必怎么样啊？事情未必怎么样？事情并不是说就一定怎么样了、啊、哈、哦。那前面是偷，投前面要加动词基本体。那你 e 形容词有 e 的话是它的基本体嘛？所以 e 形容词后面有 e 加偷 e night 啊。OK，那。 我们名词加哒才是基本体啊，所以是名词加哒加偷。you m o n o 奈哈，未必是哦，未必是这样哦，并不是说那样。OK，但是有一种哈、哦，它课本上有一种，我们原本的话是名词加哒是基本体嘛，然后基本体放在偷的句型前面嘛。可是有时候你看到这个偷的这个句型哈、哦，前面会名词会去掉哒哦，原本是名词要加哒才能放在偷前面。 偷的句型前面，但是我们常常会看到名词去掉“搭，为什么？为了音变，为了好念。哦，因为有时候你名词加“搭，然后再加个“偷”的话，他会觉得这个中间有个“搭，那个念起来会很卡。所以很多偷前面的剧情，有时候你看到名词是没有放“搭的。哦，OK，所以他课本是有写说，诶、欸，有时候是名词没有“搭加“偷”，这样也可以。哦，好，那我们直接来看第一句哈。

明天有两种念法，一个念阿西达，一个念阿斯哈。念阿西达的话比较口语哈，念阿斯比较文哈、哦，那两个意思一样。阿西达，亚拉那库 y 意哈。OK，等一下哦。所以阿西达是明天。亚拉那也是什么？亚鲁的否定不做哈、哦。明天不做，明天不做读书的动作，就明天不读书。哦，那我们有讲过哦。那库 y 意就是什么？不做也可以呀、啊、哈。哦 因为那句的意义就是不做个案，所以就变成明天不读也可以哈。今天读的话，Q 压力把；就今天做的话，今天读书的话，哦，明天不读也可以啊、哦。这个意义是指可以哈、哦。OK，所以今天读书的话，明天不读也可以。Oyomo no de w 并不是说了哦，所以没有，所以它是什么意思？读书并不是说今天有读的话哦。 明天不读的话也可以啊，什么意思明？就是读书要天天读才可以啊。读书是要天天读的，不是说今天读了，明天就不读了。好、哦，这样子、欸。好，那我们看下一句。結婚は愛があればいいというものでもない。哦，というものではない。哦，というものでもない是什么？并不是说了。哦，他、啊、的、這个结婚是结婚。 爱加阿里巴哈，爱加阿里巴就是有爱情的话了哈。哦，爱加阿卢是有爱嘛？哦，有爱嘛？嗯、那我们改成动四加八是那个哈，那个八我们翻如哦，什么的话，所以有有爱情的话哈，结婚啊，我还可以前面后面可以翻四，有有爱情的话，那这个意义是什么就好了就可以了，有爱情就可以了。トヨモノでわねでモノ都可以说 并不是说了哦，结婚并不是说有爱情就可以了。哦，结婚并不是说两个人有爱情就可以，还有什么也要也,也要面包啦，哎，也要什么也要家人的祝福啦，也要一大其他一大堆的啦。不是说只有光有爱情就可以了。好、哦、那我们往下看呢、哦？ドロボ被害は鍵を掛ければ防げるというものではない。好，ドロボ、ドロ是小偷。那这个ヒ 修改就是带来的那个什么灾害，还是带来的伤害？所以小偷的这个灾害，小偷的灾害就是我家被偷了啦、啊，被闯空门的啦，哦，我家被小偷偷了啦、啊，这个意思啊、OK。o k 好，看下去，好这个卡基就是卡基哦，卡基鲁是上锁哈。这个这个片语大家有没有学过哈？卡基哦，卡基鲁是上锁。那么一样改成动字八是德化哦，所以有上锁的话。 哦，后面是虎蛇骨，虎蛇骨是防止，那我们改成虎蛇盖骨是动刺如能力型哦，所以有上锁的话就能够防止偷。油 o u 得 o n 这种并不是说了哦，什么意思？并不是说哦，你家有上锁哦，那那个小偷就不会来偷了哦。有些小偷很厉害嘛，他会开锁嘛，有没有这个意思？好，有没有看懂、哦？好，我往下看。 日本での就職には日本語能力試験 N1 合格が必要だと思われているが、なければダメだというものでもない。好一下日本での就日本で就職は日本で就職日本で就職は日本での就職は日本での名詞,是詞日本で名詞は名詞は名詞詞名名名日本で名名詞詞 名词加助词，会词性会等于名词。好，所以这边就等于名词啊、哦，这边就等于名词。好，那你后面这个求学苦是什么？两个汉字也是名词嘛？两个汉字也是名词嘛？所以变成什么？名词加 no 加名词，所以中间放个 no。哦，这个我们已经讲过 n 遍了哦，而且考试很喜欢考哦。所以在日本的就业有没有？ 那、啊、这个呢是对象啊，哈，所以对对于说在日本就会在对于说要在日本上班哈、啊，哇，原则上怎么样？你看过能力考试跟哈，原则上是你这个日语能力考试，就是我们讲的日文检定啦、啊。哦，OK，能力叫做能力考，哈，能力叫能力考，按、啊、那个是考试，所以日语能力考试是我们简称叫日语检定。哦，N one N one 就是一级哈。 为什么是 N 万哈？因为以前的旧的一级，哦，以前就一级叫什么 EQ 哦，一级。那后来是新字的，新字的话开头是 NEW 哦，new new new 什么新的啦，所以 N 万就是指新的一级啦。哦，因为后在十几年前那个日检有改成新的制度哦。好，合格就是考上哦，所以考上这个日检一级。 一字又搭哦，是什么？一字又是需要的，按、啊、名词加搭是四。那我们刚才有讲嘛？我们说偷前面哦的这个偷的这个助词的前面，前面要放基本体。那你名词加搭是基本体嘛？哦。那我们刚才有人讲哈，这个名词加搭的这个搭会产生省略，为什么？因为这样念比较好念哦，所以有时候会常,常会省略哦。 那偷是指前面后面的 o m o 是认为，那改成、OM、o m 瓦雷鲁是什么？被认为哦 o m o 是认为，你改成、OM、o m 瓦雷鲁是被认为哦。然后再怎么改？我们再加这个 k e i k e i 是什么？长时间的一个状态哦，所以长时间被认为啊，被谁认为？我们说这个、OM、o m a w a 是被动嘛，被动的对象用 ni 嘛，所以它的对象是哪里？哈，它的对象是。 ヒド尼哦，ヒドニ通常会写在被动动词的前面，但是这边省略了。这边的ヒド尼就是什么一般人的、啊？哦，那被被动对象用尼玛，所以被一般人认为哦，如果要在日本上班的话是需要哦，体质有大是需要这个 N1 及格的哦，但是嘞，大家是什么逆接？但是嘞，那ケレバ哦，那ケレバ是不是的话哦，哦，不是的话。 我们一形容词去一加可以吧？哦，一形容词去一加可以吧？是它的，这是它的八形。八形就是什么的话嘛？譬如说，雅思一便宜，那你去一加可以吧？是什么？雅思可以吧？是便宜的话哦。OK，那我们这边是 nine，nine 就是没有嘛？e 就是没有，没有 N 一嘛。哦，那我们 nine 当一形容词变化，为什么？因为你汉你的 nine 后面是个一嘛，你的 nine 后面是个一嘛。 这个一就当一形容变化嘛，所以变成ナクレバ。我去一家可以把是德化，所以ナクレバ是没有的话，你没有 N 一资格的话，ダメダメ是什么？不行，ダメ哦，打是名词加ダ是是就不行哦，就是不行。如果没有的话就不行，不行去日本上班。偷イモノデモな也不是哦，トイモノデモな是什么？并不是说啦哦，并不是说你没有 N 一就不能在日本上班嘛。 亚马奥库呢是真尼哈，好，亚马奥库这个奥库是深哈，那亚马库就是什么深山，然后喜真是什么的大自然哈，所以这个深山的大自然的这个环境。一梅姑妈得打哈，OK，好，这个梅姑妈得独自受到恩惠，哦，受到恩惠，哦，那后面的尤金是朋友啊，这个他这个他库是王子哈。哦 OK，所以我朋友的这个房子，阿爹是在在我朋友的房子。那我朋友的房子是什么意思？什么的房子？是是在亚毛库，是在深山的房子。然后这个房子是什么？这个房子，是在尼梅马雷鲁是什么？它受到大自然的恩惠。哦，那受到大自然的恩惠，这个不是很中文讲法，就是什么意思？啊、哎，我的朋友的房子在深山，然后他那个大自然的环境非常的丰富，非常的漂亮。 哦，没有，没有，那、这个风景非常漂亮，然后那个什么啊、哦，那个什么，那个风景很好哦，这样子，这个意思，好、哦。所以深山里面受到大自然恩惠，那、啊、你如果翻中文，点是哎呦，他往这个美好大自然的环境中，哦，尤、哦、金塔库哦，的我的朋友的房子，y 是在这个房子一秀坎哈，好，我们这个一秀坎，我们讲过的什么，一个一个礼拜哈、哦，一秀坎就是。 一周间就是一个礼拜啊，两周间是什么？你休坎就是两个礼拜哈、哦。OK，啊，三休坎就三个礼拜哈、哦。那你后面的这个クラスクラス是过生活过日子哦。那你后面这个テニル是什么？试看看哦，试看看。所以我说，哎、欸，我在朋友家住生活，试着生活一个礼拜哦，试着那边送我一个礼拜看看。然后我朋友的这个房子是。 在深山里面，然后受到大自然恩惠的这个房子，就是说这个在深山里面，大自然风景很漂亮的这个地方哦，大自然得天独厚的环境的地方哦。好，我们这边的剧情哈，卡纳纳兹喜摩哈。啊、哦，我们这个卡纳纳兹喜摩奈哦，卡纳纳兹喜摩奈哦，是未必的意思哈、哦。这个剧情是未必，未必怎么样？那我们。 现在教这个句型叫 “to y u mono de n 这个是并不是说怎么样，你也可以翻未必怎么样。哦，那这两个句型的意思是什么？是差不多的，甚至是你可以讲一样，也可以讲差不多，哈，就是很接近的意思。一个是未必嘛，一个是并不是说嘛。那在日文的现象里面，哈，他很喜欢把两个意思差不多的句型还是单字放在一起用，那这样会达成一个加强语气的感觉。 好、哦，譬如说，我们初级常,常看到“你又如偷”是根据嘛？根据什么消息来源嘛？那另外一个基本体加“受”是听说嘛？哦，听谁讲的嘛？一个是根据消息来源，一个是听谁讲的。那这两个几乎一样意思的句型哦，他们喜欢放在一起用。哦、你初级的时候常常听到什么？“你又如偷”，后、哦、面是“受”哦，所以什么？根据消息来源，然后听说是怎么样？哦，那这两个是差不多一。 一样句型的意思，然把它放一起用。那你这个也是哈、哦，你这个卡拉卡拉那之喜莫奈哈，加这个偷油摩诺得瓦奈哈，一个是未必，一个并不是说，然后把它组合在一起哦。但是你不哦，所以就是什么？所以你看一下这边是卡拉那之喜莫，然后这边后面加否定哦。那、啊、你这边要偷油莫诺得瓦奈哈，所以什么？两个合在一起，但是你只要翻一次哦，两个合在一起。 它是语气比较强，你不用翻两次，所以你可以翻未必，也可以翻，并不是说哦，所以哦这边全部合在一起就是哇未必哦，未必啊，并不是说。Okay，no，Ben，day，n y 然后、哦、头开就是哦这个大都市哦，Ben，day 很方便的。那的形容词加 day 哦，加后面的形容词，所以大都市很方便的。好 k a i d a y k y 是很舒适的。那 谁家自家意哦？的生活是好的。托有莫诺得瓦奈，好多是大，好多是事情，大家是知道的、了解的哈、哦。所以，哦，所以什么意思？全新组合哈、哦。我在朋友家，哦，然后这边试着生活一个礼拜。哦、我在朋友家住一个礼拜。然后他的，他朋友家的这个房子是什么？是在深山上里面，受到大自然的这个，受到大自然恩惠的房子，就是啊，大自然里面风景很漂亮的这个房子，哦。 然后我到西塔，我知道了一件事。我这边住了一个礼拜，我知道一个事情哈、哦，就是未必啊、哦，未必这个这个什么大都市的这个便利、舒适的生活未必就是好的啦，未必就是好的。哦、为什么？大都市有它方面生活是好的嘛，但是那个山上哈、哦、有它的那个什么，有这个很好的空气啊，很好的水啊，这个也是好的啦、哦、所以不不一定就是住大都市是好的啦啊、哦。哦，这个这样能看懂。 昨今の就職難を見ると資格を取れば仕事に就けるというものではないという気がする不清楚知った昨今の就職難を見ると資格を取れば

最近的就业很困难、哦、因为这最近很不好找工作哦。这个托可以翻的话，也可以翻旧、哦、看到这个的话，看最近真的很难找工作，最近年轻人都找不太工作。好、哦，这个シカク就是什么什么资格，就是什么职业证照啦、啊。哦，トレバ哈，トレは是拿那你感动是八十的话哈、哦，所以你拿到一些什么职业证照的话哈、哦，去考一些什么职业证照的话，シコドニズケル啊。好、哦哦，我们看一下，欸 西高岛尼之苦就是，呃、啊，这个片语哈，就是 s h 苦 s h o 就是就业的意思哈、哦。这两个意思就是几乎一一模一样。这个这个比较常用哈、哦，这个比较少讲。所以西高岛尼之苦就是就就业哈，哦、找到工作的意思，叫就业哈、哦，就是找到工作去上班。那我们这个之苦改成之 ku，我们很明显是改成动词。第四段这个如是能力型，所以西高岛尼之 ku 就是能够就业啦，能够就业就是能够找到工作去上班啦。 好，那我们看回来哈、哦，所以就是说，哎、欸，你要考到什么 r i g 哈，你要考到什么职业证照的话，rigoto ni i k 这边是能力型，所以就能够去就业哦。你要考到什么职业证照的话，就能够就业。啊八卦点是，诶、欸、你就能够找到工作哦。有没有？to you mono 哈，并不是啊，并不是这样了哈、哦，并不是这样哦。我们再讲哦，我们再讲细一点哦。to you mono 就是，嗯。 不是这个，mono 是事情，对吧？那不是，所以事情不是说这样。那我们偷 e l l mono 对吧？那是一般人会想是这么回事，然、哦、后一般人会想是这么回事，但是并不是那样啊。啊、哦，譬如说老一辈人就会，老一辈人就会想嘛，哎，你怎么说？哎，你这些年轻人怎么都找不到工作？你怎么在家里当啃老族？然后他们就会想。 皮卡库托雷巴哈说：“哎，你这些年轻人，如果你考考到什么、呃、职业工作证的话，最高的你只开路啊，只开有能力行，你就能够就业哦，你就能够找到工作。但是什么？To you monodeonai，但是并不是这样，但是命目前并不是这样嘛哈、哦。所以 To you monodeonai 是一般人会这么想啊、哦，但是事情并不是就一定是那样哈、哦。好，那下句 To you，To y u 是指前面这个事情。” Kgas 不是，这、就是片语。我注意到，我察觉到哈。好，这个 Kgas 就是我注意到，我察觉到，这是一个片语。所以偷油是这个事情哦。偷偷是指前面的，那偷油是指这个事情。Kgas 我注意到这个事情。好，再看一遍哈。所以说，达空 n 修修普奈 to 主偷哦，是什么？这边我们这个偷油摩诺德那是指一般人的角度哦，一般人会认为哈，他、啊、看到这个。 哦，沙空是最近哈、哦、那个就业很看到哎、欸，一般人看到就业究竟很困难哦，那、啊、偷就得话一般人认为哎、欸、最近就业很困难嘛，但是你就是啊，你如果是什么，你去读个好大学，拿到什么毕业证书，还是你去拿到什么职业证照的话，你够到你只开入啊，你就能够那个哦，你就只开路任何一行，你就能够就业哦，你就能够找到工作哦。但是什么偷有莫诺得瓦奈，但是并不是这样啊，并不是这样啊，并不是这一回事。偷有呃这个。

你乞丐奈这个剧情是不会错的，一定是怎么样？不会错的，一定是怎么样？我们中文是翻一定。哦，那它的构造很简单，有、哦、没有？你后面这个乞丐舞，哦，你后面这个动词叫做乞丐舞，乞丐舞就是哈、哦，什不对？还是哦，乞丐舞是不同的，还是不对的？哦，OK，不对就是错的嘛。那乞丐奈就是不会错的。 不会错的，一定怎么样哦？哎，不会错的，这个事情一定是这样。所以你起看，那我们这个句子是一定怎么样？这是一个句型。好、哦，那我们看前面的。哦，雅思一，雅思一是便宜。那我们说，哦，一行去一加苦加动词哈、哦。哎，好、哦，雅思一是便宜。那雅思库纳鲁那鲁是自然的变成，所以雅思库纳鲁是变得便宜。那雅思库死路哦。 我们说，一群去一家苦加动词嘛，那我们感恩食物食物是人去做的意思嘛，所以雅思苦食是人去把它用便宜。好、哦，那什么人去把它用便宜什么意思？就是啊、哦，譬如说我是这个我是这个餐厅的老板，那我我把我我的餐厅的东西卖不出去，我把它降价，哦、我把它弄便宜就是降价啦。哦，用的便宜啊，卖的便宜就是什么？就是降价哈、哦，降价的意思啊、哦。对，那雅思苦食也把就是啊，卖的便宜的话，哈、哦。 卖的便宜的话，加这个变成八型的什么的话，哦，所以压斯库十把哈，把东西用便宜点的话，哦，或者是降价的话，压库啊库鲁哈，哇、啊，这抢到后面哦，这个客人就会来。尼吉干伊奈是吗、哦？就一定哦，所以卖便宜点的话，就一定会有客人来。哦，我蒙五是这么想，这么认为。卡莫 s 雷马塞哦，说不定的、啊，说不定。哦，OK。 哦，嘎，但是哦，说哎、欸，有人会这样想哦，一般会这样想，你卖便宜一点就有人来了。嘎，但是，但是就你，米牛苦嘎拿克以巴哈，说这个你这边可以把啊，在在你如果在你的这个商品上面哈，米牛苦嘎那你的商品是没有魅力的、啊，就是魅力是人家很想要的魅力啊，如果没有你没有魅力，是大家不想要的。 那我们这个 nine 去掉一、e, 哦，我们说这个 nine 去掉一、e、加 k i t y b o 什么的话，所以如果你商品很没有魅力的话，大家不想要的话，o 斯 l demo 哈，demo 是即使即使你卖的很便宜，无雷 nine 的时候，好，这个乌鲁是卖哦，那你改成动势路乌雷路，我们说动势路是能力型，能力型是会跟能嘛，所以乌鲁是卖，那乌鲁是会卖能卖，或者是哦可以卖的好。 那五人奈就是卖不出去的、啊，哦，那 NDS 是强调了，哦，让没们看到，好，啊、哦，所以这边是你几开奈这个这边叫句型啊，所以让没们看到，好，往下看，啊，你几开奈哈二二三级参考句型啊是什么？一定怎么样啊？一定怎么样了、啊？下一句。

哦，那南拉五是比较偏要动手的哈。哦，冰丘也是学哦，两个都是学东西哦，学习。但是有差，这个是比较文字的那种数学、国文、英文。那这个、这个、这个南拉五也是学，但是它比较是说要动手的哦，要动手的哦，要实做的哈、哦。那你油画是要画的嘛，所以是要动手的。 那你改成连接型，在它前面有是开始，所以那过去式，所以我开始学的油画，刚刚是什么逆接？但是嘞，是皮娜娜把，哦，这个娜娜把前面加名词，哦，还是加那形容词，可以直接加，就是什么的话啦。所以喜欢的话九字尼那鲁哦，九字是便利哦，厉害，那那鲁是变成那九字加尼加那鲁，哦，那形容词加尼加动词。 哦、所以喜欢的话就会变厉害，好、哦、没有？啊、哦，这个嘎斯尼杰虽然我开始学油画，哦，喜欢的话就会变厉害哈、哦。就是这边省略一句话啦，就是我们这边是偷油摩诺德瓦奈嘛，偷油摩诺德瓦奈是一般人认为是这样，但是并不是那样啊。哦，并不一定是那样啊，一般人认为是那样嘛，所以你这边给他翻加一般人进去会比较像中文。 所以，我虽虽然我开始学画，但是一般人啊、哦，一般人是认为哈、哦，你如果喜欢这个东西的话，你如果喜欢这个兴趣的话，你就会进步哦。如果一般人认为，如果你从事喜欢的兴趣的话，啊、哦，这个那个法师班的话，你就会很容易进步哦，因为对自己有兴趣的事情会比较哦，嗯，比较容易进步。但是什么？How you n e 完了，但是并不是这样哦，并不是这样，并不是跟一般人想的说有兴有兴趣就会进步。 哦、啊，并不是那样哦。哦、啊，是 <tong s, S 1> 指前面哈。哇咔哒是我知道了，我了解的。哦、啊，只、就是我有去学的话，哦、啊，但是一哦、欸啊，可能我以前认为，还是一般人认为，哦、啊，我喜欢这個东西，那我学久了就会进步。但是他觉得什麼，但是、啊、s, <S 偷是怎样？哇咔哒，但是我知道了，但是我知道并不是那样，我知道并不是这么一回事。为什么？亚帕里，哦，亚帕里就是亚哈里哈，一样的意思哦。啊 亚帕利就是亚哈利果然呐、啊。那这个两个意思一样，这个亚帕利是比较重一点的讲语，那个语气比较重一点讲那个意思一样。才诺干奈才诺干奈，我没有才华。那这边的偷要怎么解释嘞、欸？哈、哦，我们把这个东西都去掉，你就会觉得简单哦。像什么偷坎基督，应该大家有看过啊。偷是指前面这个事情，那坎基督是我感觉到，所以我感觉到亚帕利亚帕里什么？ 欸、果然跟我想一样哦，所以我感觉到果然，赛诺嘎奈，我感觉到我果然是没有才华的人哦，我怎么画都好像没有进步哦。往下看，那我们这边，嗯、哦，看一下他这边要加个什么，严开哦，坎吉鲁哈，他这边加个严开，这个就是什么？就是一个极限呐、啊，这个严开就是一个极限，就是、什么我我的。 才华的极限就在这里了哈，我绘画的这个什么的这个什么的这个限界，我的这个天分就到这里了，我怎么画都没有在进步了哈，这是我的极限了，所以，看又看，几乎是我感觉到我的极限了啊！果然，我对绘画是没有天分、没有才华的哦。然后这个，包括看几乎透视纸片，看乎是感觉到哈，所以我感觉到我是没有才华的。 哦，那我感又我感觉到我的这个极限是这样子，哦，们看懂，哦，他是它是它是这样来的哈、哦。